等待，祖国的爱袂着你嘛知影，食老啊，有一段代志哦，拢嘛会袂记。是讲今年的囡仔是大弟大汉，我哦想要去来做代志嘞。你那形容问这個，囡仔就已经就是尸体啊，啊袂用得装尸，所以我就叫附近姑娘庙甲处理掉啊。还是倒一间姑娘庙？阿母，夫人，我早起阁有代志，我先来去无用。阿母，多谢你原谅我。所有的代志哦，拢是我唔对啦，我以后会阁较注意，袂阁予你生气啊啦。原谅。你即马是咧创啥？我敢有讲我咧生气？你敢知影做人爸母的上届唔甘要，就是看到家己的囡仔咧行行，尤其你是一个查甫囝，爱较有志气的，袂用参像下晡安尼凊彩就共人归。就算讲囡仔若有做唔对代志，改过来就好啊，知影无？阿母唔是咧怪你。阿母是爱你爱疼惜，爱重视你家己，啊，不过阿母，我一直无法度予内面介意我，予你失望啊。咱来赶紧来去调查，这二十年中间，蔡家到底发生过什么代志？那呢，要怎调查？你除了去问阿经所以外，你还想办法，予文良接近我。我才有法度对文良这边来调查，咱分头进行。这个办法吼是真好啦，啊，不过我是要安怎让文良来接近你哈？戆囡仔，阿母哦，拢已经替你想好办法啦，会当马上哦，让男人介意你哦。什么办法？明仔透早。你去找张天书，我已经向伊交代好势啊。你只要对药做去扣岗，安尼就用诶。好，我知影啦，我知影阿母。兰君，你什么情形啊？趁一个好时机来哦，阿爸，咱得用咱进前骗钱的一招。小雅，小雅，你现在镜头哦，我都做你啦。天青青，地灵灵。拜请四方众神明，邀请太上老君速速来降临，降妖除魔，吉吉如如念，退！兰英，兰英，太后伯啊，哪呢啊？我嘛唔知啊，我来。你真相啊，兰英，兰英，阿兄，我是安怎啦？你唔免惊，阿兄伫遮，阿顺，你也走透去。是。天叔，请问阮小妹即摆是安怎？伊即摆无代志啊，下日已经我替走啊，只是伊即摆身体真虚弱，先陪你去休困。
阿春啊，紧带车去办去。如果是你两个，我先直接闭关闭关，搁差一点要害死阿姨。我海王伯，你不是讲你学什么魔山法术，是安怎来你套白破啊？可笑呀！亲爱的伯仔囡，不是什么好人啦、啊。顶边，搁想要偷摕我的药，因两个根本就不是咱的救命，是想要绑票咱的土匪啦。你袂了，我袂讲啦。好、哦，我知影啦。你吼、哦，一定就是约袂着蓝英，才甲去出伫我的身上。我，你讲我袂讲。这，柯小姐，这张符哦，是阮观音亭的啦。好佳哉有这张符，才当定下林小妹体内邪灵。啊，若无哦，都我朱天书做个法师也无效。你即摆到底是咧讲啥啦？哪会安尼啦？今日哦，真的是足无用的呢。我是这个古天书啊，什么高头文书，你出什么奥宝啊？下晡要我去查看，五星酒店，暗时搁要我对蓝英施法。哦，啊，我的好佳哉，我卡手真猛，一时啊就把代志办完了。阿爸，阿爸，你怎做要离开啦？我真无简单哦，得到伊的信任。我即马是好姊妹伴嘞，阿爸，啊你是咧惊啥呐？啊，就是安尼，我唔才会惊啊！即摆你蔡少爷，是你敢唔甲迄男婴对调调？我惊你甲男婴啊，愈行愈歪，啊万有一天，那迄蔡夫人发现是要安怎？你放心啦，我吼啊生到遐尼有福相吼，而且命真润啦，无代志啦。我唔是惊你，互发现你自残啦，我是会惊，我是惊讲你互发现我是伫蔡家。卡早用钱买回来红鞋啊！阿爸，你到底是在讲啥？我不是你为路边捡回来的，你变相是为蔡家买回来的。我到底是安怎你敢讲啊？你若要怪，就怪我啊！二十年前，拢是我唔好啦，我一日干爱佚佗。要吃唔偷赚，根本就无姑娘敢嫁我。我去行过我吃老的时阵，那变成老高困，都无人照顾我。啊，我迄阵哦，听你喘啊，你袂红个啊，我唔才赶紧去了解啊。那呢？我以前爸母到底是啥？你的阿爸是蔡家的老爷，伊叫做蔡万发。啊，听讲伊出家去啊，啊嘛无人知伫倒位啊。啊，那是你的阿母，伊是蔡家的大夫人，伊叫李金娘。我也听讲，伊嘛跳起自杀。啊，那是你，是安怎蔡家要解袂掉，我都唔知呀。真正不知，我是阿爸唔对，阿爸对不起你。我惊讲，你也早真想了，你才放生我，无爱治我。所以，我唔才问你个钱嘛，你原谅阿爸。我的阿爸好吗？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你不要这样，阿爸，阿爸，总想告诉我，都是你跟我吃药的。人讲吃药温情较大天，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我的亲人永远会感觉你王海王一个人。阿爸，我还快走啊！阿慧，阿母都不理你，
我不是真无在那边跟你想你。多谢，多谢天公伯祖庇，我委屈会得平安健康，多谢天公伯。这是你家年轻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拄则到底是咧创啥啦？咱不是讲好啊，爱掠包囡仔王罗啊？你即马做，电脑是咧帮你脱罪，你知影无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甲伊共党诶？对啊，我两个共党诶啊！你敢知影伊会是你？你上爱咱囡仔救命恩人。什么救命恩人？因根本就是土匪。土匪？赵胜可是土匪哦，都比你阿母好啦。恁两个是好的，安尼怪来怪去，不是办法，爱想办法，看安怎解决。你讲得阁真好听，若不是我阿母叫我来找你斗三工，讲你有办法，让咱因介意我，你阁是讲，我真正会相信你有这种才调哦。说出去，咱明年的代志，我自己想办法。什么幽文灵？亲像伊这款做出事的人哦，咱根本就唔要甲伊斗相共啊！你拄只差一点仔就甲阮两个先生讲出来，安尼是对不利。咱今嘛上吊的代志，就是要帮助阮娘完成伊的愿望。我才不爱嘞！林玉娇看到我刚刚安尼啊，一定是将阮会白掉，做啥生气？差到嘛只有伊哦，会做这款失德的代志。我老实都唔甘愿，我要去找伊报仇。你若是故意来冲动，你就无采阎罗王对你的一片好意。我即摆已经愿意用我的性命给你做保，我就无可能看你前功尽弃。歹势。啊，请问一下，你敢知影蔡家二十年前有人偷卖囡仔的代志？我唔知啦，你紧走啦。哦，你真正是有够袂见笑。顶边若毋是有迄个庙号，把你拖罪哦，我早就甲你掠去警察厅啦。啊，即马来阮蔡家是想要创啥啦？你趁这二十年前的代志哦，是你拍算钱？敢讲是你咧靠家骗袂落去？即马孝顺阮蔡家啊？你真正是水面呢！你当个大佬，看你阿母共款性，世界咧找人麻烦。你是咧讲啥啦？你是咧创啥啦？你伫遮我袂讲，讲啥物我带个偷袂囡仔，我无甲你跑，已经对你足好啊！我警告你哦，马上走，啊那无我对你无客气啦。真正乞食寡袂讲呢，恁带个确实伫二十年前将大富人李金梅查某囝卖予别人，你哪会晓？喂！你是不知道什么代志啊？我哪有可能知影以前的代志啊？搁再讲啊，阮厝啊遐尔好呀，我敢有需要去偷卖囡仔啊？我讲不出来哈、哦。我吼、哦，无亲像咱遐尔善良的，让你去骗去啊。我跟你讲，总有一天哦，我会伫咱的面头前哦，跳爆你的假面无？走啦！把我气死啦！迄个假面小人一定是阿三。妈的！你先说啥？我叫叫你哦，你别过来哦。你等我以前到底是发生啥代志？根本我甲金牛生的查某囝真正无死，叫玉娇偷偷卖掉。阿母，我咧观音亭。看到那个庙婆，又搁是啥？
我王恩惠的态度，无亲像咧讲白贼，感觉真正有我唔知影的秘密。我来遮讲啦，我会当去问伊啊。阿金嫂，阿金嫂，过来无闲啦。是啊，阿德拉什么爱提来洗洗。是讲少爷有什么代志？无啦，就有一挂代志哦，想要甲你请教啦。少爷，你唔通安尼讲啦，你若是有啥物代志哦，做你问，我一定会甲你讲。你敢知影有一个叫做李金娘的，伊到底是谁啊？我哪有听人讲哦，安娶家偷偷家伊的查某囝袂掉啊？是啥人咧乌白讲话？啊，就是叫做王永辉的人啊。啊，伊哦，叫兰英娶转去英国家住啦。啊，兰英嘛真正是不要看人。阿金嫂。阿金嫂，你想要紧无？啊，那规个人拢在娶，面色嘛不是少好的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无啦，啊，我就雄雄听你讲这话吼，唔知是啥人讲话，真难讲。我生气，唔只会徛袂在，多谢少爷关心。哦，少爷，你千万唔通听人乌白讲话，叫人利用。啊！不过，迄李金娘以前讲真正是咱蔡家的大夫人啊。这件代志吼，讲起来话头长，我若是有时间，我才偷偷向你解释。我阁有代志，我先来去报应。阿金嫂。阿春，阿春。有一个叫王文慧的小姐，伊是毋是住伫遐？我要找伊。阿青嫂，请问你找文慧小姐有啥物代志？这你免管遐多啊，慧玲哦，我今日一定爱找着伊。文慧小姐，文慧小姐，是啥物七早八到大细声啦？阮文慧都无伫个啦。你哪会伫遮？紧讲啊！行啦，咱后壁讲啦。你讲啥？王辉就是当年我卖予你的迄个囡仔。哎呦，我真正叫你气死！你敢知影？王辉若是转来金门，伊是有危险的呢。我当然嘛知影。我直接问你啦，当然是将阮妃交予你卖予我迄个人，是毋是夫人林玉娇？你伫咧讲啥？我唔知啦。你哪有可能唔知啦？二十年前，我甲阮妃离开金门了后，无偌久，我听着你金娘有一个查某囝跳水自杀啦。迄阵我咧要讲吼，阮妃就是你金娘的查某囝。代志唔是你想的安尼啦。我拜托你，好不好？紧把文辉带返去本岛，要若无吼，唔那伊连我都有性命的危险，算我救你啊！文辉，你拢听着？这一切都是你苗娇害的。拢是害我伫外口流浪，靠我爸母分开去十冬。若若不是因为伊，我母也袂死，我一定爱卖命。文辉啊，你较冷静个，你唔通冲动个，这代志又袂用安尼做。咱若好好计划，小心无事本啦。我不管啦，我一定要报仇，我一定要报仇。灵芝寺有真久的历史，
相传是东调的时所起的，也是金门上古老的佛寺之一，替金门留下真多历史的痕迹。这个灵济寺哦，始建于唐宋之间，我们的观世音菩萨是用金门昂恰头罗刻塑起来的，它总高250公分，宽180公分，号称金门第一古刹，也是金门的五大观庙之一啊。我们这像我们这边就有很多的总兵的变啊，因为我们前面就是总兵署，所以每一年来到金门的这个总兵，拢会来到咱这灵济寺拜咱这观音菩萨。袂像讲咱行到一个所在，拢爱先去拜眉头同款。拜完之后，伊家己的仕途会比较顺利，官兵也会比较平安。观音妈那定修金门千年，时来真济对总兵署所送的拜匾。也看得出来寡妇对观音崇高的敬仰。黄昏的日头挂在红红海洋的天边，亲像我的心有烧滚滚初恋的热情。你牵着阮的手，行在山坡顶。爱是海岸，情是海水对你。海誓山盟，爱的誓言，不敢放不记，想要送你一卡手指。海涌声声传爱千万里，椰子树南油味，爱满满心。若是落山风。怀念咱昆定初恋的滋味。